小红，大卫，你在中文学校用的是什么课本？大卫，我用的课本也是中文听说逗写。小红，你学到哪儿了？大卫，我已经读完了第一册，学了汉语拼音，还学会了100多个汉字。小红，你喜欢学中文吗？大卫，我非常喜欢学中文。现在我能读课文，会说一些中国话，还会唱中文歌呢。小红，大卫，你学得不错。小红，大卫，你在中文学校用的是什么课本？红，大卫，中文学校用什么课？课本。你走得太快了。你觉得这本书怎么样？立刀旁。别到前玩玩